们往下走。好，那已经说了算法是什么东西，然后以及说对于算法如何衡量了。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 当中大家一直没有关注过的问题， Python 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算法优劣的问题呢？看一下典型的，我们先直接先不看课件，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列表吧，对吧？那列表当中有一个列表，从列表，列表是不是支持几个操作呀？比如说对列表执行添加元素的时候，它有哪两个操作？ append 跟点 insert 吧。好，那这时候说了，你去判断54行一个列表的 append 操作的时候，你怎么去计算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你就说认为它是一个在看代码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句话，所以我认为它是一步，可以这样认为吗？不可以的啊，它不算是基本步骤了。基本步骤是之前大家所学的这样的说不会去进行函数调用的。我们看一下54行，你是不是调用了 list 当中的一个 append 函数啊？函数当中是不是封装了一个函数体呀？那函数体里面的代码才能去代表你具体执行多少步骤，不能说对函数一看到54行是一个函数调用，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基本步骤。函数是对基本步骤的封装吧，对吧？所以我们再去衡量一个函数的时候，要去分析函数体里面的代码，才能代表这一句话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在去学的时候，学列表操作的时候，直接学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并没有关注说这个方法它的时间快慢的问题吧。就比如说对于列表来说，添加元素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一个 append 还有个 insert， 那这两句话当中到底谁快谁慢，咱们是不是没有关注过呀？它实际上也是有优劣的问题，那咱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体验一下到底谁快谁慢的问题。好，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先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模块，叫 Timeit 测试模块。这个测试模块呢，完全可以用咱们之前学的这个刚才自己去使的引入时间模块来代替。咱们使这个时间模块，是不是也测算了一下这段程序执行多长时间呀？然后在 Python 当中也给你提供了一个这样的 Timeit 模块，它是用来进行一下封装的了。看一下，在这个模块当中呢，有一个计时器这样的一个类。这个计时器里面再去构造的时候，它会接收三个参数。这个计时器会对应到你测算，比如说我要测算这段代码的话，那我就要给这段代码封装成一个计时器，看一下它到底要花费多长时间。所以在去构造这个 timer 的时候，需要接收三个参数。什么参数呢？第一个 stmt 代表的是 statement， 就是语句，我这个 timer 也就是说这个计时器到底要测算的是哪一个代码，也就是说 statement 代表的是代码。然后第二个 setup 是不是设置啊，也就是说我在去运行第一个这个语句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个相关的东西，再去保证这句话执行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为了去执行 time.time 是不是需要导入一个 time 包啊，那这时候 time.time 就代表的是这个执行语句，而上面 import time 就代表的是 setup，为了执行 time.time 需要导入上面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有一个具体的 timer 是用来时间计量的，它跟具体的操作平台有关系，也就是操作系统有关系，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去管。它里面有一个默认的，如果你这个 timer 是在 Linux 里面去运行的话，它有一个相应的默认的 timer， 在 Windows 里面还有一个相应的 timer， 所以我们不需要管它，管的最主要的就是要测算的这段代码了。当我们封装好了一个这个东西，把代码跟它的设置包含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运行起来进行测试了。测试的时候用 timer 封装当中的一个 timeit 函数，
这个函数同样会接收一个参数叫 number， 这个 number 代表的什么意思呢？我对这段 statement 这句话在进行测算的时候，你一次测算可能不能代表一个具体的情况吧，因为你可能执行两次三次得出来时间大小会有差异，对吧？所以我这个 number 代表的是我在测算的时候我对这段代码执行多少次，每次的时间是多少，我最终拿出一个平均的时间来代表，那这时候你的时间是不是得到了一定的客观性啊，对吧？所以这代表的是我到底要测算多少次拿出来一个平均值。好，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看一下的话先对 list 的操作当中的，我们先不去管，先不去管插入部分，就看对于列表来说，构造一个列表对象的时候就会有相应的差别了，在构造的时候实际就有差别了。